每个人都难免有段不堪回首的历史，可爱的人真的是连黑历史都超可爱。欧阳娜娜小时候的视频最近又被粉丝曝光了，这次看起来大概六七岁的娜迪没挖鼻孔，乖乖巧巧保住了偶像包袱，但却被姐姐挖坑爆出择偶标准，又要学习好又要年纪小，定位也是很明确了。他喜欢书呆子，真的骗人。他喜欢那种比较小的，然后功课很好的，而且长得好看。这是吐槽娜迪从小就喜欢文艺范小鲜肉的节奏吗？可是长得不好看这一条是什么鬼，让小娜迪立刻心急澄清起了绯闻。当明星的必备技能简直是从小就具备。没有，那是我喜欢的朋友。哦，他只是朋友而已啦。对啦，好，对对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已呀。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对，不要生气。这白眼翻的也是超越华妃秒杀雪姨，生气多嘴的样子更是超可爱。而身为零零后的娜迪，从小都认准了姐弟恋，九零后的老阿姨们要抢鲜肉弟弟，怕是要加倍努力才行了。